每晚七点半夜灯初亮，我们才将忙碌收藏。大街和小巷饭菜的香，才是真的比心收藏每段爱的篇章。哎，小陈，衣服。哎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天天玩游戏啊，第几次被赶出来了？小姐姐，已经联系过你男朋友了，他说已经跟你分手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你俩知道错误了。你呀还年轻啊，肯定可以找一个更好的。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明天一早赶紧回家，你爸妈还等你过年呢。学别人喝酒，跟别人打架，这大过年的不让人省心啊！想在所里过年啊？你看你胆儿挺肥呀，敢跟踪人家姑娘，还敢摸人家胸。咋了？摸了，犯法吗？好，哎，谢谢，别，疼，哎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多大仇呢。是，我这都错了。错什么错啊？你都快结婚了，怎么还能互相抡酒瓶子呢？回去之后啊，好好的啊，再也不能这样了。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啊，记着，结婚照发过来让我看看。好嘞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这就是凌晨三点的派出所。警察同志，哎，您能给我20块钱坐车回家吗？等您半天了，我这身上没带，一会儿回办公室给您拿。哎，行，谢谢。老熟人了，每年都过来走一程序，到现在呀，我都没弄明白这20块钱对他而言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含义呢？我知道啊。他是不用买票回家的本地人，但是一个人你说费尽心机的来派出所要这20块钱，我觉得是不是背后会有一些难言之隐呢？在我守护不到的地方，我愿意给予更多的善良。马哥，哎，怎么了？马哥，昨晚失恋那大姐一直装哭，还让我劝她。我把我这辈子能哄的话都说了，你说这种事儿以后会不会时常发生？还是说就过年才这样？你们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哎，这咖啡给你提提神。哦，谢谢哥。马哥，虽然你走了，但你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。我不是英勇就义，
我还得回来看你们呢，真行。这个虽然我也没起什么好的这个榜样的作用啊，但是呢，我能保证我在这儿的每一天，都是拼尽全力的，用心保平安，用情暖民心，用爱铸警魂。 阿哥，大柱，我今天就要正式离开了。我把这个跟了我5年的仙人球啊，行，先别说了，刘，哎，给我省一下黄卷毛去。是，你先撤。那要不这个就给……啊，周哥，等我一下。他们主要是怕呀。 谁呀？这么早啊？我去看看。来了。哎，爸妈，哎，好孩子，妈，想死你了呀！哎呀，我们孩子越长越可人了。哎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姐姐，这还是你吗？你看你们俩站一块儿，那就像姐妹俩一样啊！真是的，咱们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 生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，今天晚上12点，我是将在欢河沿线进行一年一度大型烟火表演。今年的主题是金牛贺岁，共赴小康。大年夜搬家，好了，要搬的太空，留一点什么给我有个念想。我都想好了，我这屋里边的东西我都不带走，你要再租给别人呢，就跟他们讲讲价。要是说啊不愿意再租了，想我的时候进来转转啊。 好，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好酒，没舍得喝，藏床底下了。这个，当年生马达的时候，朋友送的鱼干，没舍得吃，藏床底下了。这个，马达百天的时候留的好茶，没舍得喝，藏床底下了。你笑纳？哎，老马，你这确实会过日子啊。 他带的东西不稀罕，你看我给你们带的些小吃，这个那儿的特产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，哎，好，来，哎，谢谢阿姨，这麻花太大了。糖糖，以后要是马达他再敢欺负你，你就拿这个麻花替阿姨抽他。阿姨，马达他对我特别好，那可不行。 马达是我女婿打伤了我心疼啊！哎，你们这次来，儿子知道吗？没和他说。阿姨啊，马达说他今天一忙完就订票，然后我们一块儿飞去天津过年。你信他说的呀？他还年年跟我们说要回家过年呢。他哪次回来过？今天晚上吃年夜饭，咱们都躲起来。马达他进门找不到人，急死他。 我开工了，宝贝，我抢到票了，今天晚上6点的飞机。不是没票了吗？大出血，头等舱。这过得不错呀，白里透红的。这不是这两天没有人给派任务了，睡得着了，吃得香。 我呢，就不跟你废话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对我们来说是好事，对你来说呢，可能就是坏事。我们发现钱老板撒谎了。我说吧，哥，我上次就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撒谎。上次我让您跟做，小点声，让你发表意见了吗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交代，威胁你那个人。 他拿走了10箱2提角，如果啊，我只是说如果
这吃香，二踢脚，在社会上造成任何严重的危害，作为买二踢脚的你，都有连带责任，你明白吗？我现在很后悔，我就不该去那个炸鸡店。老板，都卖完了，我照人送来。哎，剩这点你给我便宜点。大家，行。哎，这都不热了，你给我热热呗。好。 那我给您热热，稍等啊。二十，干什么？不想让我报警，早干什么来着？要不这样，田二头就是我家，你这是看什么好，你拿，别报警。我会再来找你的。 本来我也没想听他的，我以为他就吓唬吓唬我，但是他从第二天开始就阴魂不散了。我现在老后悔了，我就不该把住哪儿告诉他。哎，他不打电话，不发信息的，就喜欢给我留纸条，还变着花样儿。关键是还不让我看见他的脸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是在晚上碰到的。他是不是个鬼？你少给我来那封建迷信那一套啊！ 我这些天仔细分析了分析，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是年兽，所以他才不承认那个手机被我偷过。我们不需要你帮着破案，你现在再想想，在炸鸡店那块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没有了，我都说清楚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啊，上次小年那天，你在拴马象啊，放二踢脚的时候，你那个炸坏了我们一台无人机。 不知道，什么无人机？行，来，这儿有证据，你拿给他看看。不是哥，那么那个二踢脚直上直下的，那无人机就不躲躲让他炸？你怎么不说你不放呢？不是，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。 多少钱啊？4300。分期付款行不行？哎，秋哥来了，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给你拜年了。我们这里炸鸡大礼包特别好吃。我不是来吃炸鸡的。香芋丸来两个呗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，你是不是家里待不住啊？嫌过年不够热闹，非得弄出点动静来。没有啊。 我能搞出什么动静来？我问你是不是闲不住？我不闲，我每天我出健身房，我就是炸鸡啊，我什么都没干。行，你那手机丢没丢？没丢啊。好啊，没丢好。这么着吧，跟我回所里走一趟。周哥，是不是有人报警了？ 你还怕有人报警啊？站住！哎，等等，别跑，前面是死胡同，你上那边堵着去。是。马达，你家进人了，他就是年兽。过来。 行啊，小伙子，经常锻炼呢，跑得挺快啊，够回所里吧。走。哎，这位热心群众，感谢你的配合，你已经完成你任务了啊，再见。走。说大哥再见。小马，为什么抓他呀？这放二踢脚都抓他好几天了。这孩子，不要放孩子，就是不要放，别放了，就是真是没礼貌。
放了小展，抓错人了。今天二踢脚放最后一天。我就不回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就现在这些家长，他们根本就不尊重，也不理解我们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。你这都30了，还小孩子呢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竞选那个健美先生。我跟那谁施瓦辛格一样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这个有梦想确实是好事儿，是吧？我不是跟你聊梦想这事儿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手机到底丢没丢啊？我真没丢。我要是跟你说谎，哎，从今天起我不去这健身房了，行吗？你手机没丢，那你瞎跑什么呀？我以为我爸妈为了找我报警啊，我可从家跑出来快一年了，他们不让我练健美，所以我才。那个，把外边放了，抓错了。什么抓错了？你们干嘛来了？我说错了就错了。你看这个展字的写法，熟悉吗？这特别像咱们在警校上学时候那给咱们看门大爷，你记着吗？就是在咱们宿舍门口那个小黑板上，经常就写这种字儿。这个叫二简字。会写这种字儿的人，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。现在年轻人根本没法认识。来，你认识吗？这个？嗯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吧？能把这张纸条啊这么精确的扔到我家的，我大胆推测一下。他很有可能就住在我家的巷子里。根据展荣的交代啊，他的手机一直放在外面，也就是说，有一个8分钟的空档，完全有一个人可以拿着展荣的手机来冒充他，要挟卷毛，燃放二踢脚。那这个人就是您说。来来，叔阿姨，来来来，吃橙子，咱稍微等一下啊，叔阿姨，问您个事儿，这过年啊。咱们家里边有没有来的这个上岁数的这个亲戚啊？就大概岁数在60岁往上的啊，男的，男的，男的啊。除了住院的王大爷，还有上个月全家出去旅游的小峰爷爷和小球爷爷。哦。现在这条街的老人都在这儿了啊，都在这儿呢。哎，那叔叔阿姨，哎，你们知道这个炸鸡店上边住的是谁家吗？住的是郑军他们家，他现在根本就下不来了。郑军是谁啊？哎，你好，大姐，我们呢是南公安派出所的民警，过来跟您询问点情况。哦哦，哎，咱这儿是有一叫郑军的住在这儿吧？啊，有啊。啊，哟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啊，老年痴呆。哎，要不你俩进来说，进来，来来。哎，得嘞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来进来，来来。先坐着。这老人啊，去年就走不了路了，身边一直离不了人。我说大姐，您是？我是他们家雇的护工。哦，啊，他们家除了他，还有别人吗？还有他侄子。哦，对了。就是楼下那个炸鸡店，好像也是他们家开的。哦，他侄子多大岁数了？得有60、70了吧。他住哪儿啊？就住那边那屋。哦，那他在吗？您要不然把他叫过来。刚刚他出去了，好像是买线去了，缝这个军装。哦，好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大姐，你们收拾这包是要出门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他刚刚让我收拾的，也没说要去哪，没跟我说。哦，回来了。你们是来找我的吧？小马，为什么抓他呀？这放二踢脚，都抓他好几天了。不要放孩子。我见过你。
我叫郑毅。放二踢脚这事儿啊，得从我这个小叔郑军说起。我小的时候对他崇拜极了，特别喜欢听他讲战场上的故事。当年他在高炮营，在一次战斗中，我方阵地遭到敌人地毯式轰炸，小叔被炮弹产生的冲击波给震晕了。等他醒来后，发现山头都炸平了，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跟家人去了西北，和欢州这边就断了联系。前年再见到小叔是在他儿子的葬礼上，那时小叔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没有人照顾他。刚好我退休了，看到他这样子，就搬了回来。怎么了？老人现在这病越来越重，经常怪叫，这脾气也大。什么？小叔已经失语快一年了，对人也没有了反应。偶然的一天，窗外响起了二踢脚，竟然让小叔开口说话了。炮。后来我了解到，某些熟悉的事物能让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唤起一点记忆的能力。打那以后啊，我就想通过二踢脚发出的声音，让他的病恶化得慢一点。那你为什么会在你给我的那张纸条上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呢？烟火晚会火光冲天，是最像战场上的时候。我准备了10箱二踢脚，就是想模拟当年战场上高炮的声音。这件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那个黄卷毛确实是我无意中碰到的，是我利用了他。你们要处理就处理我吧。他是个英雄啊，不能就这么着，连自己都不记得了。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报告所长，编号 L1089 的违规燃放烟花案已经结案了。本案嫌疑人郑毅，男，69岁，涉嫌多次违规燃放，并教唆他人违规燃放违禁烟花二踢脚，情节严重，触犯了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5章28和31条。但是鉴于呢，这个嫌疑人主动交代了作案的这个过程，并且有主动认错自首的这个情节啊，然后呢也主动上缴了违规的烟花爆竹，我们对其呢已经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并决定依照《烟花爆竹管理条例》第6章第42条，对嫌疑人郑毅处以罚款。那所长、周哥、马哥，我现在带嫌疑人去交罚款。嗯，好。哎呀，这案子可算是结了啊！但是这个于理呢，他肯定全是错。但是于情呢，人家心愿没完成，我觉得多多少少咱这心里还是有点遗憾的。这案子结了呀，比没结还难受。我看郑军那个身体状况，过了今年
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明年。咱们得做点什么。不是不让放烟花吗？那咱们就不放烟花呀。那放什么呀？咱们放点炮。 炮！哎，赵总，哎呦，我先给您拜个年啊！上次那橙子那事儿，真是感谢您。我有事儿啊，想问问您，您有没有朋友卖炮？不是婚庆公司吗？咱们今天还能做大礼炮吗？今天晚上都要。不是鞭炮，不是手一拉就能飞纸片。不是那种礼花。 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弄的那炮也是一门一门的绿色的。那不是那个银子城里头有老总一门一门的大炮吗？这么着急？大年三十结婚？我还没到日子呢，我有别的用。啥子连带呀？抗战时期又没得。哥，又不行啊！四个搬运工人都没有，两个人有吗？回家过年呢，我给他红包就行。对，辛苦一下，辛苦一下。拿东西用，你们那个电动车行的那个电动三轮车啊。 用不了啊！关键是我们所里面没那么多人去骑啊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谢谢。行，这炮倒是好解决，怎么就没有车呢？来，二位，哎，不早了啊，那个收拾收拾，都准备去烟火大会执勤去吧。这大年三十的，谁也不想出岔子，早去早安心啊。 甭看了，看他干嘛呀？我告诉你们，多跟你周哥学学，人车我都解决了啊。解决了。好看哎，真的，好看。咱们不是要去逛超市的吗？怎么还跑这儿来了？这没必要啊。不，这东西别，这个真的必须得买。 咱们礼数不能差了啊！就我也带不出去呀。好看，哎，就要这套了。服务员啊，这套我们要了啊。好的，你帮着给包一下啊，包的好看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那个，我觉得我还是给马达去个电话吧，这马上都6点了，我估计今年也走不成了。我怕他忘退机票了，主要。这回啊，就应该让他出出血，刺激刺激他。手机，接个电话。 马达，亲爱的，你先坐稳了啊，别激动，咱俩可能得在欢州过年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所里啊，遇到最后最后一件一定得我去帮忙的事儿。那我们不去看你爸妈了？ 爸妈最重要，你爸妈最重要，你就你看，我都没在咱爸妈面前经过什么孝心啊。今年让我好好表现表现。啊，行行行行，那我先挂了啊。你说他不是，这是我亲生的孩子吗？他怎么这么说话？他就是顺口一说，您别生气。我当然生气了。算了，您看一下价格。不用看，多少钱都要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儿子，以后我不养了，我养你。 特别感谢咱们哥几个啊！这大过年的，客气了。大周的事儿啊，我们随时候着。对，哎，你们几个是跟大周是怎么认识的？5年前大周救了我一命，那个时候我做生意亏了小100万，想不开跳河了。周哥也救了你啊？对呀，大冬天的，大周不顾冰冷刺骨的河水跳河里把我给救上来。我跟他情况差不多。 去年呢，我来城里摆地摊，因为没户口呢，办不了证，急得我呀想不开了，也是大周救的我，还给了我1000块钱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天下着大雪，哎呦，我说那天他怎么迟到那么长时间呢？哎，这，所长啊都给他骂成什么样了？就那月奖金就全给他扣了，就他都没承认。你说这人，这么多年。 他从来没让我帮过他一次，这是第一次，我们几个在欢州的，看到信息就过来。对，大周，还真是我周哥啊。
你把他压住了，刘啊。哎，好嘞。行吧，周哥。行。走吧。哎，好嘞。今晚有什么安排？我没空，整个过年期间都非常忙。干嘛这么冷淡？怕我约你啊？我大过年比你还忙呢。我就是提前问一句，怕你空了，放你鸽子。两个人值班，互相鼓励。比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浪漫多了，这可是珍贵回忆。周哥，我听人说。一个人对着空气傻乐，说明这个人就谈恋爱了。老枪哥了，那个，对，庚岁骄子，团团圆圆，这回咱们都聚齐了。好，哎，聚齐了。给马达留了没？哎呀，留了，放心吧。妈，好了，来，咱们举杯，祝大家在牛年牛气冲天，财源滚滚。来，祝姐姐全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。谢谢。哎，祝唐唐和马达永远幸福啊！谢谢叔叔。哎，吃，你吃，吃吃，你咱都吃，都吃。你看，哎。李四，哎，所长，您好，南关派出所。哎，好嘞，马上到。哎，所长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把这份文件给我处理一下。可是我，警情的事我去，大半夜的，你给女孩子不太方便。谢谢所长。这俗话说呀，家是最小，国是千万家呀。咱们家今天没有到齐，就差马达一个人了。但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警，才保障了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年夜饭。好，为他们干杯！哎，哎，那怎么有人过来了？哎，不行，师傅，这是烟火大会的现场，这块已经封路了，你得绕道走了。哎，哎，辛苦了。不是，不是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别往那边跑，那边有封路了。哎，你慢点。警察同志，我家就在旁边住，每年都看有人在这执勤，给你们送点饺子。天气寒冷，吃热吃。你们辛苦了，新年快乐。其实啊。警察有的时候挺辛苦的，每到逢年过节，别人家里团团圆圆，我们呢就在外边执勤站岗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也是我们的职责。像这样的礼物，我们收到不止一回两回了。每次收到的时候，心里都感觉特别的温暖。这证明了一点，你真心为群众付出。群众也会真心的挂念我大周呢。作为一个平凡的社区民警，有机会为大家站岗，保一方平安，是我的荣幸。经常有人问我，说你当警察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就俩字儿：幸福。回来了，刘。哎，周哥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饺子，热，走。好嘞。谁呀？这是。哎，来，
小马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完成您的心愿。这什么地儿？开灯。小马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！他不是我小叔，他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爸在家排行老小，跟我大伯家的两个儿子岁数差不多。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三个人一起报名参军，上了朝鲜战场。等战争结束，就我爸一个人回来了。我大伯大娘年纪大了，两个儿子又都牺牲了，家里就没了依靠。后来我爸就把我给过继给了我大伯。小马啊，其实我找人放二踢脚，不光是想唤醒他的记忆，我更想让他知道，在这个世上还有我这个儿子在陪着他。叔叔，英雄不该被遗忘。您是英雄的儿子，请让我来帮您完成这个心愿。高炮营二排三连三班班长马达，在12点钟方向发现敌情，请求开火。高炮营二连三排三班班长马达，在12点钟方向发现敌情，请求开火。高炮营二连三排三班班长马达，在前方12点钟方向发现敌情，请求开火。爸，炮，
年了，大家举个杯，祝我们科的患儿都能康复，手术都能成功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进。琪琪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呀，没打扰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快进快进快进。这个，我给你们亲手做了个年夜饭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来，快坐，我正好还要通知你呢。琪琪恢复得很好，明天啊就能转到普通病房了，你明天就能见到她了。真的？马大。你踩着云朵登上了星空。哎呦，你是能回来了？爸。爸。乐乐，快喊爷爷！爷爷，我想你了。哎呦，你咋这么高了？哎呀，你们怎么突然袭击啊？应该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嘛。回家的时候，为你留。等等。舒阿姨，等等。马达，你今天还是没有完成我们的约定。我带着爸妈去海南散心了，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？这大过年的要干什么呀？我这折腾一晚上，是吧？大家都去过年了，就剩我自己了。干嘛呀都？你活该！我姑娘说你活该。阿姨，他们说你活该。叔叔，臭小子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骑着鸽子来的呀！要不是你年年放我们鸽子，我们能找过来吗？爸，他让我来的。哎，这人都到齐了，咱吃水饺，吃大圆儿啊！来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坐。哎，爸，妈，我说两句，什么事儿这是？那个，说两句话。这几年呢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好，一直呢，忙着工作，也确实就没时间照顾糖糖，就让你们跟着一块儿操心了啊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日子，他一去不复返了，我们所长已经同意我辞职了，啊，今后呢，糖糖还有咱们这个家，我包了。你想当警察吗？你在这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你阿姨您看他怎么了？我实说，你实话实说，你想当警察吗？看着你追风，完全的可能都是你的梦。回家的时候，为你留了灯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调到你辖区的幼儿园，离你近一点，也方便照顾你。而且，我也喜欢看你穿警服的样子。你这，他自己说的吧？这个，
这叔阿姨，你们都作证啊，就那就定了啊，那就那就不能变了啊。那咱们就是一家人，对呀，对呀，是吧？亲自动手，我来，没事没事，我来，忙活忙活啊，别动，哎，兄弟们，赶紧吃完乞丐过来，咱们吃饭了，来，不是，你们几个那个手头事清了吗？清的比我刚洗的手都干净。哥，我从去年都饿到今年了。年轻吧，还是年轻啊。哥跟你们说啊，你老同志都在这，尤其是你们刚参加工作的，你们一定要习惯，咱们警察的年夜饭呀，这是特点。就得比别人晚六个小时，知道吗？再有呢，行，我别再有了。所长，你赶紧说两句来。说啥呀？这菜还没上齐呢。不是，你菜上齐了就都吃了，没时间听你说了。来，你先说吧。来，那我就说两句。行，你说。来，我给大家带了几个菜，这回是我亲手做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我想给大家添这几个菜啊。啊，不管我来了。所长，你来都来了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报告所长，南关派出所一级警司马达，警号306115，请求归队。以前呢，也是我狭隘了，我不懂事儿，我承认错误。我现在发现啊，我们马达。匡扶正义、为人民服务的时候，才是最帅的。他不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嗯，有进步，啊？那我宣布，批准马达同志归队。好了，同志们，今天大年三十是过年的日子啊，同志们。既然咱们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就好好的吃了这顿团圆饭，给糖糖和马达加副碗筷。好嘞，小刘，哎，你通知食堂，咱们有什么做什么。我也下厨给大家做个拿手菜。我也想下手。组长，相依放开，去往千山千水之外，扬起风帆，同舟路上有暴雨狂澜，徐徐前行，撞击碎出一朵朵绚烂，如巨闪电，驱散迷雾，投入无尽蔚蓝。驶向千年万年之外，天涯沧海，每朵浪花都一样澎湃。雨已倾盆，星光和海鸥一样自在，乘风是浪，奔向无尽的。
风追海浪，青春逐梦想，翻越山川，起伏跌宕，心更有力，更坚强，全流回尘埃，飓风掀起浪，每一双手逐逐的辉煌，那是光荣与梦的骄傲。掀起了每一双手铸就的回忆。